近日，青年演员肖战多次接受采访，离不开的话题就是肖战的新角色顾卫，相对应的就是肖战和杨紫主演的热播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肖战还谈到了《余生请多指教》里自己最喜欢的场景，和杨紫的林之校有关，非常浪漫，粉丝们也都非常羡慕。肖战表示，我最喜欢的场景是夕阳西下，我跟林之校带着我们的宝宝在草原上奔跑。不得不说，这种场面太浪漫了。肖战的顾卫和杨紫饰演的林之校携手自己的宝宝在夕阳下奔跑，这种场面想象一下就知道非常美好。作为粉丝，大家听到肖战这样的回答，脑海里的场景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，这段场景不仅浪漫，还非常有感觉。另一方面，粉丝们也展现出了调皮的一面，纷纷表示自己带着顾卫和孩子一起散步和奔跑。还有粉丝直言，最浪漫的场景是自己和肖战手牵手。不管怎么说，羡慕就完事了。如今的肖战和以前完全不一样，我们可以从很多途径看到肖战的身影，同时肖战得到了非常多正向宣传，正能量偶像肖战值得如此。我们相信接下来的肖战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发展状态，新代言陆陆续续官宣，新朋友和新舞台越来越多，让我们保持关注，安静等待肖战接下来的新惊喜，继续支持肖战和杨紫主演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，肖战继续努力，顺顺利利。